这个世界什么都有个价，包括人的青春、理想、良知。我们呢，卖命，可以卖的命啊，都是贱命。准备钱啫，钱系会教坏人。人可以不认字，但不可以不识人。他妈的，你们怎么让那女的跑了？他不死，那就是我不死。呢度香港嘅，唔威啲嚟，好鬼嘢。啲钱我哋偷唔到。我攞条命嚟同你搏噶。Sorry sir， 钱已经解决不了问题。对你的命值多少钱？